10月11日凌晨，北京再度迎来极光大爆发，天空一片血红色。近日，彗星、血红极光等不祥之兆频繁在北京出现，气氛诡异。11日凌晨2:30左右，受地磁暴影响，北京再度出现红色极光。有摄影爱好者在金山岭长城和喇叭沟都拍摄到明显的红色极光，肉眼可见天空红成一片。据了解，这是中国北纬40度第二次可观测到极光，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11日。网友纷纷惊叹极光的绚烂美丽，不过极光染红天空的意象在中国古人看来却是不祥吉兆。中国古籍中认为血色天空的出现是凶兆，预示将有大事发生。唐朝道士李淳风撰写的《星占书》以四占中写道：赤气出天传中，不出一年有自立者。赤气漫漫血色者，流血之象。赤气赴日如血光，大旱人民饥，赤地千里。赤云临为上东西沉，国且复兵。赤气屈旋停住者，其下有冰血流。意思是说，血色天空的出现预示着战争、饥荒、冤狱，预示着政变，甚至会出现流血，政权和国君民运岌岌可危。时事评论员杨宁曾在大纪元撰文表示，古人讲天人合一，天象与人间是对应的，如今血色天空在中共政治中心北京出现，传递着不利于中南海高层的大凶之兆，其处境已相当凶险。对于北京出现极光，天空被染红的意象，许多大陆网友表示这是不祥的预兆，而且是在北京，那对我们来说是好事，期待。看来古代天降异象还是真的。北京近段时间频繁出现不祥之兆，10月10日傍晚时分，6万年一遇的彗星再次横扫北京上空。早在10月1日，这颗彗星就曾出现在北京的天空中。8日，中共前二号人物吴邦国就在北京病亡。中国古人把彗星视为灾星，预示国君或男性贵族将遭遇死亡或灾祸。那我就上厕所去了。你车啷动了？有。哎，它自动的。不不。它过来不往前面走一点。哦。哎呀，它在看了起来呀。看着些个车子动啊，你都赶紧往前面走的了。我号在这个问界梧桐店买的问界 M7， 32.98万的裸车，提回去我们也没有开嘛。到奥迪 4S 店开贴贴那个车衣和车膜，然后又亮了几天。20号的时候出现这个尾灯有故障，售后说你们重启，可能贴了车衣之后它不是那么灵敏，我们就重启。出现过两次，没在意。问界的这个卖点就是可以智驾嘛，方便女同志，包括停车什么的都是要靠这个控制器的。你可以托管嘛，在它是会自动识别的。25号的时候，整个在下那个桥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开启的是智驾模式，是这个车在开，直接黑屏失灵了。我去操控紧急刹车，紧急接管了车辆之后，我就跟 4S 店就开始联系了。4S 店联系说，只要是问界授权的中心店，鉴定检测这个结果都是准确的。他把这个结果当时就传给了梧桐店的售后经理申光耀，传给他之后，他在群内3个小时没有给我们回复。不是商家所说的什么单独的一个360呀，他现在是整车的这个控制器有问题，行车影像没有，雷达没有，360巡航，所有的这些还有智驾都没有。
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